这是今天的早餐。今天的早餐，然后木耳、牛肉、金针菇、香菇。然后这边有牛肉，有这个竹笋，有榨菜，有这个天津的冬菜。来呀，快点的，帮我。天津的冬菜。行了，我快点的。天津冬菜。我给你做上火了。然后有这个。我给你做上火了。豆腐。然后这是泡香菇的水，然后有四个鸡蛋，这样的话可以充足，比较充足的保证一天的营养。因为现在欧美疫情都非常严重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，要加强营养，加强锻炼，能够比较健康。